父母用邋遢造型现身校园，孩子们其实很在意。这些小孩因为素颜，我就想说我戴一个平光的黑框眼镜。啊，不行。然后我儿子一出校门就说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戴眼镜？好丑！”对，小孩的活动不打扮，你去干嘛呢？哎，小孩会计较哦。对，说妈妈，你怎么素颜？有的妈妈太挑他，小孩不认妈妈呢。嘉瑞，那个小孩自己背书包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